一样。哈哈，这个满小子酒量可真大呀，这回总算把他灌倒了。泡在酒坛里睡大觉做美梦太舒服了，大王什么时候也让我进去泡一泡喝个够，这一辈子也算没白活。嗨，还有那个小子火气可真大，可惜了我那把斧子给他捏成了面疙瘩，这会儿喝了夫人的清凉酒，人也僵了，心也凉了，火气也从屁股眼里漏光了。眼下才抓了四个葫芦娃，心腹之患还未消除，我们可不能高兴得太早啊。嗯，对对，他们还剩三个，已是势单力薄，我就把他们一起抓来。不，这回可不能蛮干，一切听我安排。哎哎。每天都采花露来为二娃子治眼睛，实在是太感谢了。欢迎喽，全都欢迎喽，爷爷。小鸟小鸟，谢谢你们为我治好了眼睛，我们兄弟一定要消灭妖精，报答你们，再见了。爷爷你看。嗯，爷爷爷爷
夫人深谋远虑，七个葫芦终于都抓到手了，还要请夫人趁早把它们炼成七星丹。我看小葫芦长得很嫩，趁它还没有成熟，可以把它培育成我们的葫芦娃。葫芦娃全给妖精夺去了，还要这七色莲花有什么用呢？不，你一定要千方百计把七色莲花还给葫芦娃，只有这样他们七兄弟才能连成一心，灭除妖精，解救生灵。我的山鹰会给你开道，再见了。